新年伊始，哈萨克斯坦爆发了严重的骚乱。1月11日，已有10000多人被逮，多人死亡。最激烈的冲突爆发在前首都阿拉木图，多栋政府大楼受到焚烧，商店遭到抢劫，机场被占领。本次骚乱演变成哈萨克斯坦独立30年来最严重的动荡。俄罗斯领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部队大约2500人已经陆续抵达哈萨克斯坦，该国局势目前已得到控制。本因民众不满汽油价格上涨激发的示威活动，引起民众对前总统拉扎尔巴耶夫所代表的权贵集团的统治和腐败的愤怒。但随着现任总统托卡耶夫撤销前总统拉扎尔巴耶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职务，并将拉扎尔巴耶夫的心腹马西莫夫和他的同僚以涉嫌叛国罪逮捕，显示出该国骚乱已演变为新老两大集团的激烈争斗。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具有密切的关联，首先是两国拥有1770公里的共同边界，其次哈萨克斯坦在新疆议题上的角色非常的敏感，在此两国有着紧密的经贸关系。大西洋月刊曾在2019年指出，2013年起中国已跃升为哈萨克斯坦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当年正式提出新丝绸之路的倡议，两国签署了多项贸易协议，总额达300亿美元。习曾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一辈子的朋友。哈萨克斯坦的动荡显然让习近平坐立不安。1月7日，习致口信给总统托卡耶夫以表示支持，并间接表示有外部势力介入哈萨克斯坦的动乱，新华社则将之称之为颜色革命。俄罗斯派军队进驻哈萨克斯坦后，中国外交部表示，作为兄弟邻邦和永久战略伙伴，中方远尽自己的所能，向哈方提供必要的支持，帮助哈方渡过难关。其潜台词是，中国也可以像俄罗斯一样出兵，但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都没有理会中国的表态。事实上，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无非是相互利用，普京绝不会容忍中国在他的地盘争势夺势。第一，哈萨克斯坦为何动荡？哈萨克斯坦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它的面积啊很大，相当于整个西欧，位于中亚，与俄罗斯和中国接壤，人口有1900万。哈萨克斯坦在中亚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该国的 GDP 占该地区的 60%。 1991年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获得了独立。这个国家的石油储备居全球前列，每天生产160万桶石油，吸引了数十亿美元的外国投资。该国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石油储备占全球总量的 3%， 以及重要的煤炭和天然气行业。然而这些财富并没有惠及平均收入低于2500英镑的人口。在很长的时间里，哈萨克斯坦一直由拉扎尔巴耶夫领导，他于1984年首次成为该国总理，最终于2019年在反政府抗议中下台。现任总统托卡耶夫是他亲自挑选的继任者，尽管拉扎尔巴耶夫不再掌权，但他仍保持着对国家强大的影响力。在他辞职后的近三年，哈萨克斯坦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许多当地人
仍然得缺乏改革，生活水平低下和公民自由受限，感到痛苦。从2015年开始，情况出现了恶化。在过去的两年，也就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哈萨克斯坦的通货膨胀率一直很高。抗议活动始于1月2日，最初源于当局取消了液化石油气价格限制，引发了民愤。尽管政府被解散，燃料价格也有所回落，但示威者并没有离开街头的迹象。虽然抗议是由燃油价格上涨引起的，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应该说，民众对政府表达不满的同时，真正的矛头实际指向前总统拉扎尔巴耶夫和他的家族。很多批评人士指责他的家族控制着该国众多行业，许多赚钱的能源企业都由他几个女婿掌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骚乱的原因是哈萨克斯坦乏力的经济和巨大的贫困差距，政府提高主要汽车燃料价格只是一个触发点，真正的原因是民众对国内物价飞涨、生活水平下降和政府腐败长期存有积怨。哈萨克斯坦目前的年通货膨胀率接近 9%， 处于五年来最高水平。第二，新老当权者的内斗。民众的抗议到了1月5日发生了突变，成群结队的武装人员出现在街道上。托卡耶夫解散了内阁，解除了前总统拉扎尔巴耶夫的职务。拉扎尔巴耶夫卸任后一直负责国家的安全事务，托卡耶夫对拉扎尔巴耶夫进行了抨击，称他在30年的统治中扶持了一个权贵阶层。与此同时，前情报机构领导人拉扎尔巴耶夫的盟友马西莫夫被逮捕，他被指控涉嫌叛国罪。他的两名副手，国安副主席奥西波夫和叶尔戈任均被解除了职务。俄罗斯中亚问题专家丹尼尔·基斯洛夫说，哈萨克发生的这场动乱是内斗激烈的政治集团之间你死我活的权力争夺。基斯洛夫这里所指的政治集团是今年68岁的现任总统托卡耶夫的势力和前总统今年81岁的拉扎尔巴耶夫的势力。基斯洛夫指出，阿拉木图发生的动乱看起来像是拉扎尔巴耶夫政治势力试图扭转颓势而做的一种努力，这完全是由那些掌握实权的人精心策划的。拉扎尔巴耶夫的侄子似乎在这场动乱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作用。新总统托卡耶夫是前总统拉扎尔巴耶夫离任前精心挑选的效忠者与接班人。有分析人士评论道，托卡耶夫本人之前表现的中规中矩，可以说甘为拉扎尔巴耶夫的走卒，将自己经营为拉扎尔巴耶夫最亲密最可信的战友，一副人畜无害的温顺样子。但拉扎尔巴耶夫绝对没有想到，这位受自己一路赏识提拔对自己表现的极尽忠诚的亲信，到了最后居然玩了一出扮猪吃老虎的好戏，在翻盘逼宫时出手如此的迅猛凌厉。托卡耶夫清洗拉扎尔巴耶夫实际上是中国权斗的翻版。有文章指出，习近平本是江泽民指定的接班人，江泽民当初误以为习老师好摆布，意在习上台后利用自己的人马取而代之，不料人算不与天算。2012年王立军出逃美国领事馆，将老人集团的一盘垂帘听政
宫廷政变的大旗给掀翻了。时至今日，尽管习近平借反腐大力斩杀了老人集团的大小党羽，但中共高层内斗不止，循环往复，导致习近平二十大前仍地位不稳。随着二十大的临近，中共高层内斗激战将越来越白热化，可见独裁体制下的强人政治往往会成功的自设陷阱，对权力效忠才是最终的效忠，所引发的权斗必然会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第三，中国与俄罗斯是盟友吗？中国害怕哈萨克斯坦发生颜色革命，担心它的变天会鼓励中国民族人士的抗争。有专家指出，由于哈萨克斯坦紧邻新疆，中国方面十分担心哈国局势的动荡会产生连锁反应，因此无论媒体和民间都十分关注哈萨克斯坦局势的变化，甚至担心颜色革命的爆发。哈萨克斯坦爆发的大规模动荡，中国民众和媒体十分的关注，并成为网络热门关注的话题。除了有网友持续跟踪事件的进展，更有人惊呼是否成为颜色革命，以及是否蔓延到新疆和中国。在政治领域，哈萨克斯坦不但拥有很大的维吾尔人居住区，在新疆的哈萨克族处境更是长期被哈萨克社会关注。虽然哈萨克斯坦自2013年起与中国的关系更加紧密，但它跟中国的关系怎么好也比不上与俄罗斯的关系，因为哈俄除了是军事联盟，同属吉安组织，也是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哈萨克斯坦和中国关系看似紧密，但纯粹是经济上的互助，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欧亚大铁路需要经过哈国，并且中国需要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天然气以及铀矿和农产品。另外，有分析称，俄罗斯派兵进驻哈萨克斯坦的动机也并不单纯。过去几年，俄罗斯一直试图控制中国从中亚购买石油和天然气，因此，如果哈国总统托卡耶夫把能源管控权交给了俄国，那对全球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将会有爆炸性的后果。俄罗斯希望通过推动哈萨克斯坦同意欧亚经济联盟的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标准关税，使俄罗斯对中国和中亚之间的石油和天然气拥有定价的权利，这无疑是习近平不愿看到的。难怪中国环球时报十日发表社评，称中国和俄罗斯在哈萨克斯坦问题上不会分裂。纵览中国网站主编陈奎德博士指出，就目前而言，中共正在受国际主流的疏远乃至孤立，北京急于有求于俄国，而普京也要中国改变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习近平已经照办了。所以日前俄中两国正在高调宣示战略盟友关系，北京虽然极其不满意俄罗斯单独出兵并成兵哈萨克斯坦，而自己从过去在哈国的主导地位退居边缘，但碍于自身有求于俄罗斯，也不得不隐忍下来，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在该国的影响力、经济利益迅速的滑落。这是世界就地缘政治而言，最大的赢家是俄国，输家是中共。普京敢于冒险，善于妥协，深谙文武之道，习则刚愎自用，八方树敌，把手中一副好牌硬是给打烂。好，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